他原来就是刚刚做他的时候就是坐不稳，完全坐不稳，就是全身都是软软的，进步很大，可以看得到，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得到。嗯，还有就是我们感觉到的还是毕竟没有开口说话，他就是在这一块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目标，下一步我们就学会走路这是我们的下一步啊。他的笑容很融化我，也很治愈我对，他也给到我很多的帮助和启发，因为我们天天开心，对，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。哦，你是知道很认可我对不对很认可阿姨是不是？